很有信用啊。校长做司机啊。做司机。为你的偶像，对吧？对。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发。出发了，出发了。出发，好。哦。待会儿尝一尝，这是我新疆的这个烤肉，孜然吗？辣子吗？多放点啊！多放一点。这儿哎，火吹面，火吹面，火起来了。好好食啊！这个，啊，这个真系好食，三寸啊，食啊！整多寸啊！整多寸，扮咗。拿出来吃了 ，OK。啊。哦。啊，没得票的。这一群啊。冬天的雪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知道，后天去那个冰川台的时候，其实感觉是两个 superstar 的感觉，望住同一个天空，唔同地方人走马场。我们两个不同地区的人，都有一个同一个遭遇。我们是两个都差不多的。去印度啊，代表啊，吐鲁番演出。以前就飞这个，但是今天这个是新的，是吧？新的，它就是围着人转。没关系，其实我们要一个镜头，说不定这样拉一个山，怎么一下高怎么高？没关系，他也说不行，他不是不行，就是这个万一出这个问题，他自己这样说着不要，他已经倒地了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，停靠在八楼。屌，四屁霸道，老道。是你的红唇黏住我的一切，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，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。每天都吃这个，这个在咱们新疆叫拌面，它是用这个羊肉。羊肉、豇豆、西红柿、皮牙子，就是洋葱，放在一块炒，炒起来，然后和面拌在一块儿，这是咱们新疆的一个主食。我在等紧食嘢啊，等紧食。手打面，手打面啊嗱。我而家一盘手系咩？唔系啊，吐鲁番嘅咩地方呢度？吐鲁番。我哋嗰個叫做吐魚溝嘅地方咧，就食嗰啲手拉麵，一手拉麵一試一試先下試食，哇！係一個做到一手好麵嘅廚師，試一試先下。嗯，哇！果然
一味道大師做嘢係一氣呵成，食嗰個口咧，食落丹田，跟住咧，跟住咩啦？嚇！收啖先先。是你的体贴让我再次热烈，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，是你的甜言蜜语改变季节。有戲啦，不過就係喺孤獨入邊嘅一對白鴿，曾誒本來係一對，佢本來係一對入邊。誒，而家兩對啊，呢個黃山可以聽一下，輕輕看一下。抓到，抓到，抓到的感觉。嗯，大概是没带有。杜兰，你可不可以介绍现在Alan 吃的是什么东西？现在吃的是羊肉串吗？羊肉串，烤肉。今日经历咧，系我毕生咧所拍嘅 MD 入边咧，真系。呢只歌一定要牽線啊，因為唔值得噶。知道呢啲水咧，呢啲係礦泉水，呢啲冰川嘅冰川嘅礦泉水就喺呢度出噶，就啲冰水啊，佢哋喺度提煉嘅。好啦，走啦，出發啦！仲有幾遠啊，校長？嚇，到咩遠啊？仲有？我哋行咗兩個鐘頭，兩個但唔止啦，兩個幾鐘頭，就快到嗰度啦，仲有兩個鐘頭啫。虽上路闯见我家姐，不想解释我要担当的压力，祝福你祝福你讲不出告别，忘不了把你搂在怀里的感觉，比藏在心中那份火热更暖一些，可惜一生不知风花雪月，不可以栖息于芬芳的原野，呢下先，呢下嚟嘅咩嚟仔？好食，唔錯。嗯，系喎。呢塊肉係頂到好嘢，行咗好喎。魚行有啲手汗味喎，好似手氣好重嘅只。尝试一下用小去摸那个，对，慢慢摸。的天空各自映出彩色，是你的万种柔情融化冰雪，他悄悄好的再回也许不变，口中讲不出的一声告别，在眼里告诉你叫我更珍惜，追忆着你，匆匆关于你的，收起更抛开也无非傲悲气力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只留
嗱，我哋有幾個位置可以揾啲，我哋走上嗰啲位置遮一條路，得同一斜啲啲掹掹落就是呢、這個位嚟，喺度掉翻過去就呢一個位嚟喎，知唔知啊？企嗰個位咧有兩個重心，頭先係得一個重心，得一隻腳，得後腳企到啊！係啊，你幾淨係得後腳幾鬼震啊！我功底少啲都唔得啊！认为他是我们国家最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几位歌手之一。哇，这应该鼓掌啊！谢谢。Shut up.